天太多。请吃，那个应该蛮烫的。好吃对不对？你喜欢加七味粉吗？这个。我也要开动啊。蟹糕。跟大家说一下，除了这边除了这个跟蟹糕，其他是我必点的，还有茶碗蒸一定要两个，绝对要两个。两个。对，然后杯，有点不够冰。啊，糟糕。抹茶。开动。来介绍一下这个。这个是炙烧鲑鱼肚。炸虾。炸虾天妇罗。起司。炙烧鲑鱼肚。蟹糕。这是照烧了，这个才是。哦，对，这才是起司。然后这是炸虾手卷，这是生洋葱鲑鱼，这是蝶鱼的那个侧边。哦。好，其他的都一样。然后开动喽！一定要用手，我沾那个七味的，没有沾到。分享一下断面。今天来了一个，好好吃啊！而且这么吃它的小尾巴，特别脆，特别好吃。你不要把它丢掉，一定要吃掉。它是真的尾巴吗？咦，真的尾巴吗？我吃到一半。哦，刚刚来了这个鲑鱼塔塔酱。嗯，够汁哦！鸡肉塔塔酱，不好意思，鸡肉塔塔酱看起来很像那个地瓜薯条、嗯。看一下台面上的，新的，你敢吃半球吗？哦、你不是不敢吃？开始了吗？嗯，有盘子喽。这太多了。你可以做掉啊。究竟会不会有蜡笔小新呢？请看。嗯。哎、欸，中奖了、欸！太值了吧！哪里有奖品？上面，在上面，你拿。在我这一边呢、欸。哎，没有，在你那边。马上开，你开。你觉得是什么？都是蜡笔小新吗？嗯，会不会是阿呆啊？我觉得应该是。它有橡皮擦胸章，还有吊饰。我想要吊饰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是橡皮擦。嗯这个人刚吃了这个塔塔酱的鸡肉，一直这样，他可能是第一名哦。真的吗？你来这里跟我说鸡肉第一名，再吃一下。
它真的好吃哎、欸！你不觉得好吃的时候就是想皱眉头吗？嗯，我现在皱眉头。对。那换我吃蟹膏。上次我们去台南的时候吃了一个松叶蟹的寿司，它的蟹膏大概是这个大，应该是价钱可能四倍吧，一颗60块。也很好吃，但是这个也不熟，一颗20块。我喜欢用嘴里充斥一个蟹味，所以要这样，然后稍微把它 Q 一下，可以可以，来啦。撒花。哇，在螃蟹的身体里。你好像长出大螯了。真的很好吃。什么怪人？我要吃两个茶碗蒸，看，而且干净吧？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为什么可以这么干净？大家正常应该都是吃成这样吧？请问这个是用手指头进去卷过一圈吗？是舌头，对对对对对，难道是灵动之舌的威力？没有啊，我吃这个前会再吃最后一个炸虾球球，然后才吃这个，但我的炸虾球球还没有来，所以它不能开。我也点了一个什么？我是什么？鲜虾，鲜虾生菜手卷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吃甜点了。我要吃绝饼，这有甜点 ，Oh my god， 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牙关，嗯，是哎，它下面有那个好好好奶油，是不一样的，
完了。对啦。你不能先说我啊。奇怪。他在淋那个奶油球。我们点了绝饼。跟抹茶双麒麟，它已经不成人形了。抹茶双麒麟绝饼，他们绝饼的口感还不错。
吃晚餐了。你是本来不觉得会吃的吗？宝，我不说是会吃的，很意外也很好吃，然后吃很多，就有点太多了。你自己吗？我都这样，一二三四，来，基本上来了10个。我不接。要晚食吗？我知道为什么啊，因为你那个镜头没过来，所以你会比较拉。对，晚食。哎、还有两张可以擦嘴巴。我上次拿着擦嘴巴，我嘴都痛。你怎么拿那个擦嘴巴？你要吃冰淇淋吗？我不要。不行不行，你放着，不要用那个擦嘴巴。我不知道啊，然后他就伸出了卫生纸给我。舅舅，你在看吗？怎么了？舅舅，舅舅我在看什么？白烂的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不可以插嘴吗？干嘛呢？就是问舅舅，干嘛问？问舅舅。等一下扑掉我就揍你。别吃了，黑豆腐，不然收拾。